在台湾，我去过很多地方，台北基本上都run过了。对，然后我最深刻的是去垦丁。哦，垦丁？对，垦丁可以秀你的那个好身材的蓝天呢，海洋。嗯，对，还有那个阿里山。啊，对。然后我们去的时候是要，就是他们说日出很好看，但是我们没有赶上那个最后的一个火车。对，然后我们就走上去。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因为纽约没有山，对，所以我不知道山上面是冷的啊，所以我穿的是一个背心和短裤，然后拖鞋，然后我就说啊，可以爬山爬山，然后越走越上来，越冷越冷，然后到上面就一直开始流鼻涕，我这也太夸张了吧，差别好大，是很好玩。对对对，一看就知道是个菜鸟啦，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看你去过垦丁，去过了这个阿里山嘛，对不对？那时候人家还不认识你，但是接下来的日子你就要全台湾跑透透咯，要把你的歌声呢给台湾很多很多喜欢你或者是很喜欢好音乐的这个歌迷朋友们啊。所以呢，今天唱片公司呢也特别要颁发一张很重要的，就一个叫做，我跟你讲，真的是很重要的人才能够登上悠游卡，你知道吗？像现在悠游卡有个名字叫做波卡啦。好，但是你知道吗？只要登上这个悠游卡，就可以占新闻版面好几天了。所以我们要送上这个，特别是一直微笑，也就是来自我们杨凯琳的这个悠游卡。头发拨一下 ，OK。好，来正中间，来看中间。看回来。好，来再看一下左边，来左边上面，来看正中间。好，左边再转回来，左边。哎，左边，刚刚没有拍到好身材是吧？左边。